Hello， 这里是大叔人物，这次要带来的歌曲是周杰伦的《爷爷泡的茶》。这首歌的原调和谱子选调都是低调，那女生唱的话可以夹二到三品，男生的话可以不用夹便当夹，谱子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大叔人物里面找到。本次的视频用情是楚门的落英系列，琴弦是达达里奥的 XS 防锈琴弦，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铺大叔人物或者是B站上面购买到。好，下面开始今天的教学。首先是这首歌用到的和弦，第一个是 D 和弦，食指在三弦二品，无名指在二弦三品，中指在一弦二品。好，第二个是 G 和弦，中指在六弦的三品，食指在五弦二品，无名指在二弦三品，小尾指在一弦三品。下一个是 A 挂四和弦，食指在四弦二品，中指在三弦二品，无名指在二弦的三品。下一个是 A 和弦，那我们在 A 挂四和弦的基础上，把无名指往上移一品到二弦的二品就可以了。下一个是升 A 定七和弦，食指在五弦的一品，中指在四弦二品，无名指在二弦的二品。下一个是 B minor 七和弦，食指横按在二品，无名指在四弦的四品，中指在二弦的三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副歌的第一段一到八小节。夜泡了茶，忧郁沉默的叫做家。鲈鱼泡了茶，听说每夜都不难。夜泡了茶，忧郁沉默的叫做家。哦，鲈鱼泡了茶，上面红红山水花。第一小节我们用到的是 D 和弦，那么因为我们不会弹到一弦，所以的话中指我们可以不用按，右手我们拨响的弦是四三二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松开食指，拨一下三弦的空弦，四三二三。好，换到 G 和弦，我们的无名指保持在二弦的三品不动，然后再加一个中指在六弦的三品，六四二三。好，我们连一遍第一小节。下一个小节 A 挂四和弦，我们的无名指还是保持在二弦的三品不动，五四二三五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换到升 A 定七和弦，五四二三五换。好，下一个和弦 B minor 七和弦，那我们这和弦先不用横按，我们的无名指还是保持在二弦的三品，食指在五弦的二品，中指在二弦的三品。这个也是 B 和弦，右手我们拨响五四二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把中指松开，拨下三弦的空弦，五四二三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换 G 和弦，中指过来六弦三品，无名指不动，六四二三，过一下第三小节。好，换到下一个小节 A 挂四和弦，换 A， 五四二三五。好，那接下来的五六七小节和前面的一二三小节的弹法是一样的。第八小节会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先按到 A 挂四和弦，五四二三五。好，注意我们第二拍是前八后十六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然后后面是两个休止符号，那我们马上把音止住就可以了，然后空两拍。好，接下来是主歌的第一段，我来慢速的演示一遍。山泉在地方蔓延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有一张熟悉的脸，春水深秋想着天下
这个部分我们右手会用到一个闷音扫弦。那闷音扫弦的时候，我们用右手的这一块部分，然后靠近下琴枕的位置，轻轻放在下琴枕上面，然后我们的右手食指往下扫弦，然后就会听到比较闷的一个扫弦的声音。那这就是闷音扫弦了。那有关闷音扫弦的详细教程，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大树用物回复闷音扫弦，就可以看到大树老师的详细教学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部分主要会用到的节奏型。好，那我们以D和弦为例，第一拍是两个闷音扫弦，下下。好，第二拍是前八后十六的节奏，下下上，下下上。那注意D和弦的话，我们只需要下扫到琴弦的下半部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连一遍，一二拍，下下下下上，下下下下上。好，那要注意，我们这一拍都是在第一拍和第三拍的两个下扫加入到闷音扫弦。好，我们来看到主歌第一段，第一个用到和弦是D和弦，下下下下上G和弦 ，A 挂四。这里是在最后一拍换到升 A 定七和弦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小节的节奏型会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下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。好，我们再来慢点演示一下，下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。好，我们继续 B minor 的七和弦，下下下下上 A 挂四。换 A， 换 A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到主歌第二段第十七到二十四小节。我不分日子，只剩日子，只有一件事。我们右手用到的仍然是扫弦的节奏型，下下下下上，或者是下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。好，来慢速演示一遍第二种，下下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。第二段那年开始，我们用到的是D和弦，下下下下上，换 B minor 的七 ，G A 挂四，换 A。进副歌的二十四小节会节奏稍微有点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按住 A 挂四和弦，下下下下。好，第一二拍都是下扫，那我们要注意右手的力度是重轻重轻。好，然后第三拍是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上。好，注意我们最后两个下上，上面有一个小点点，意思是闷音。把左手把音闷住，然后发出嚓嚓的声音，下下下。我们可以用左手的小尾指轻轻的按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把音闷住了。好，下下下下下下下。好，这时候闷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左手滑过来到高频位的位置，然后按住六弦，然后其他的手指我们轻轻的扶在弦上面。好，我们右手依然是扫弦，下上下上，但是我们的左手可以从高频位滑向低频位。
下上下上。好，我们来一遍第二十四小节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副歌的第二段，第二十五到四十小节。那这一部分我们用手用到的扫弦和上一个部分是一样的，我这边来慢速的演示一遍。是尾奏的部分，第四十一到四十五小节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和我们开头的副歌第一段弹法是差不多的。好，那本次的教学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 B 站大树圆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